真的看着镜头、哦、那没关系，我们、哦、这里是忘忧森林，对对对，没关系，今天是106年4月2号的早上，你今天都会在家吗？我们来到忘忧森林，来这边哈、哦啊、走走逛逛，好，没问题，吸吸这里的大自然的灵气，不会不会，不好意思，萃取这个天地的这个精华、啊、这里是忘忧森林。他说他昨天就来了、啊、这树木都枯掉了，昨天晚上、啊、来的时机不对，没什么水，没水、啊、所以可以进来里面闲逛，一直逛嘛，来走，没关系的，天天就好、啊、看着这个镜头，天天就好，没关系啊，拍照，拍照，啊，拍门彩，拍照，我们往那边走。来，啊，我刚刚有坐到这里了、啊，你都没有站起来的。这样拍比较漂亮。来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看你刚刚的姿势，不要这样。把你过来帮忙。太亮了吧，好，到这边来绕圆圈，快点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一起绕圆圈，来，来这边绕圆圈，来，来，这边，看着镜头，好，一二三，不要辛苦哥，没有玩具可以看，没有设备。很多人摔倒啊，那当然会跌倒啊，这滑滑的啊。这动啊！不管你，你走这个比较好，不要你也走这里。哎，你们要哪里？你要平平的，快点去就好了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对啊，别挤，别挤，滑滑的哦。对，很多人跌倒哦。很多人跌倒。对啊，姐姐，我先走了。谢谢谢谢，我。那我们先走。
往前走。我找树叶鞋。我们现在冲出来，对啊，四叠训练鞋。我们准备要来离开了这个忘忧森林了。我都买四叠训练鞋，搭接驳车下去，打棒球穿冰鞋，到另外一个景点。搭接驳。我是边边，你是个医生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吧？我去，我去，我去啊！你等着。没事。我记得该走的是有一个叫隐秘的山的道，忘记。可以看到山顶多。这里在走。对了。你这边就很容易就走一走，虽然前面那段路会走上面很小累的，但是上来就火起来了。上来就有点平坦了，就很这路都还算 OK 了。好，我们上一次我跟我同学上，好也可以拍很久耶，很少人呢，好像只有我跟他还有另外一组，然后那个三四五个人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我们吗？因为这路非常难，摸黑这个路应该还好啦，就是有危险。好了，这个结束了。